辑《啦啦队女神》李多慧上周在天母棒球场应援，带来最新中场舞超带劲的舞姿，除了展现天生舞姬风范，和小龙女的默契也让球迷大赞进步好多。不过多慧的个人魅力仍然是球场焦点，中场舞影片一释出，网友纷纷留言：太美了，多慧老师直言眼睛离不开，期待女神更精彩的编舞，为球场应援注入更多气象。沈玉琳突袭玩游戏误爆出口，洗吧！哈尼亚塞哦！沈玉琳日前突袭韩国啦啦队女神李多慧的家，还一起玩游戏，考验多慧的中文实力。限时动态我们会叫做限动，怎么变两个字啊？就像你叫李多慧，那为什么我会叫你宝贝？那就是没有这么好听。情绪勒索，简单的说法应该是哪两个字？把它圈起来。情什么呢？到底有没有答对呢？三二一，请了，请来，再来一题。好，来，阿西的爸爸，阿西的爸爸啊，知道。来，怎么样？阿爸。我跟你讲，也不是不对，但是阿爸就是台语的爸爸，但是呢，他就不是阿西的爸爸。啊、所以应该怎么样？十八。好，第二个测验，空耳。譬如说，我说你是一包药，一包药指的是什么？漂亮。二麦也有，二麦也有，多少钱？对，多少钱？来下一题哦，到南部弄假牙，多念几次你就会知道了。桃南部。弄假牙，弄假，哎，弄弄假牙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坏女生，确定吗？确定。三二一，哦，弄那不弄假牙，哎呀，弄那不弄假牙。沈玉琳最后也不忘请多慧放送女友视角的福利。看片看。
再来一次韩文版的 ，Ready Action！ 하보고싶었어오랜만이지不知道 ，OK， 今天有没有分好久都没男朋友？